前大家可能就会先躲起来，但是这次就觉得说有角色不一样，要有变勇敢一点。我们是属于重症单位，其实最主要小朋友还是有用呼吸器，可是因为地震真的晃得很大，我们除了固定呼吸器之外，还有他的点滴，还有他的床体。都没想到自己吗？不会，当下是没有。